那拄啊，伊这就是咱的民政府的国务总理蔡基元发表说，我是民政府的秘书长林志兴，啊兼国安参谋，临时会议的执行长。也是，咱大家千里迢迢啊，为全台湾各地啊，来伫遮上课。我相信讲，无像我若甲你问讲，你是安怎爱来上课？是安怎你要来上课？你无一定回答得出来。你无连甲我讲，我着我的朋友讲，叫我一定爱来。我的朋友甲我讲吼，啊，若去民政府上课吼，安尼吼，后摆会当做官呢。讲安尼嘛无唔对啊，啊，若搁较慢来做里长呢？因为即马过去台湾有真侪派系，大家拢是讲我为台湾伫拍拼，啊，拼几波，咦，啊，拢是伫原地踏步啦。啊！大家拢想讲伫原地踏步哦，啊！有一天哦，国民党会倒啦，中国会倒啦，国民党倒去啊，中国国民党敢会倒？绝对袂倒。爱靠啥物人来引导？台湾民政府啦。但是台湾民政府毋是要向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要甲讨政权哦，爱听好清楚呢。咱台湾民政府是要向 USNG，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讨政权倒转来。你会感觉讲真奇怪，啊是变哪讨政权？咱若无武器，拳头武嘛无较大粒，啊对方是美国啊呢？啊！要甲美国啊，要讨政权，你要用什么物件？你凭什么话要甲讨政权？你捌去想过这个问题无？要甲美国人讨政权，是因为今日咱这块土地，要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啦。啊！你连讲奇怪呢？我看外口看几波，我都拢无看到一个美国啊嘞。啊，无美国呢？讲美国人甲咱占领，啊，无美国人，安尼咱敢有算占领？我看的拢是迄个中国人啊，拢是中国国民党啊，啊，无就是连战啊、吴伯祥这种的台湾人啊。啊，咱是安怎今日伫这个所在？伊这个民政府一直咧讲这个代志，到底你的理由伫底？各位。我韩国伊拢同款，2002年6月29，我为金门逃逃啊，入来台湾的时阵，迄个时阵我的心内底咧想，头壳内底咧想的，韩国伊现准是大家拢所想，拢一模一样啦。他拄仔讲到李登辉先生，无唔对，2003年的时阵，我去李登辉先生因厝内底。伊头一摆哦，甲我讲，伊讲哦，林先生，啊，你是读啥物话？我讲一本名声大学国际法的博士。伊甲我讲，啊，你是一本的名声大学，啊，佫是国际法的博士，啊，你都爱出来替台湾做代志，出来做官嘞。各位，伊我一向。对这个什么做官，我拢无兴趣，将来都无兴趣。但你因为甲我讲的时阵，我就甲讲，我讲这我无兴趣，因为我坦白讲，我以前拢做生意，我开补习班，开证券公司，开房地产，赚真侪钱啊！我太要去做官。但是你因为甲我讲，啊，你读国际法，啊，你读证券法。因为我要将战争法来放落台湾的地位内底，迄个我甲讲，我讲
台湾的地位，有真侪人，有真侪博士写足侪本册，我有捌看。陈永志、黄兆东等这学者，拢写了着真侪册有关台湾的地位。但是李登辉先生啊，强调一点，讲唔对，你都爱用正经话。啊，放落台湾的地位内底，啊，我甲你介绍一个人，迄人叫做何瑞元。但是这个人我捌，何瑞元，敢那何瑞元呢？到底什么人？最近刚刚我拄啊伫北社咧开会啊，我两一挂朋友问，啊，恁有人捌何瑞元？啊，有人讲，我捌，我甲你介绍。安尼，我才现在何瑞元。所以2004年的时阵，我头仔还我记得真清楚，我和何瑞头一摆见面啦，伊迄个敦化南路一间饭店，伊甲我讲，你认为先生讲你对台湾地位有研究哦，啊用什么见解观哦，啊我咧读见解观，那我那研究都差不多咧，伊讲哦，伊敢提物件我。他们讲，看到伊所写的笔记簿啊，啊回想到我以前本读的册啊，要书，那夹起来，我真正着惊。啊，台湾到今日为止，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 ，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啊，才渐渐甲回想讲。原来第二世界大战，台湾建书啊，啊，这个想讲，哎，建书，中国国民党甲恁讲，10月25是光复节，我才想讲，建书哪有光复节？建营唔叫光复节，建书哪有光复节？建书当然无光复节。啊，建书无光复节，安尼迄天是啥物节啦？到迄个时阵，我才发现讲，以前所捌的台湾完全错误啦。为迄一天开始，1945年10月25，我才已经感觉着讲，台湾人对家己本身无了解。既然迄天唔是光复节，建书嘛，各位，第二世界大战，什么人把咱轰炸？你敢知？什么人？日本人请你压手，啊，美国人请你压手，对啊，啊，有人无压手，这是台湾人的本性，因为过去国民党材料有够功夫啦，拄着这款政治问题，卖回答他们。但是你免烦恼，你今日已经伫台湾民主咧受训啊！你要惊啥？回答嘛，回答唔对嘛，无要紧，我甲你讲。第二世界大战的时阵啊，什么人轰炸台湾？比二九是啥个？是美国个啊！但你走比二九，你问你个老爸老母还是阿公阿妈看卖？美国个比二九啊，甲咱台湾轰炸甲密密麻麻，逐位都丢咧。今日所有个总统府啊！一半叫下掉，尤其中迄个叫下掉，迄是日本人的时阵起源的总督府。所以这个美帝国来轰炸台湾，是美国人来轰炸台湾。我请问各位，在迄个时阵，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有听？对不对？对嘛，100%。你甲你做轰炸，啊，你当然是伊是咱的敌人啊。对不对？对。他勇敢的，美国人反正何瑞壮无就是了。伊就是咱的敌人啊！迄个时阵啊，啊你听好无？中华民国迄个时阵和美国是同盟国，对不对？对。啊，这你也不敢讲。对。啊，你读册时阵都无谈同盟国，我袂记哩。美国和中华民国是同盟国，所以
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对。啊，你今日那你那你记迄个台湾中华民国迄个无啊？你那你记都袂晓，无啊？啊，你即摆用的钞票跟原写中华民国，你以为身份证啊，摕到中华民国？你想看卖啊？你会感觉你头脑已经错乱了。迄个时阵，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然后，咱全所有的本土的台湾人，他拢害你，无怪人全世界笑你。美国人甲我讲啥？恁台湾人啊，无智慧，嘛无相信。认真甲想起来哦，真正可悲啊！啊，既然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啊，恁过去即阵遮侪年拢去选举是选啥？马英九，现主席咱去选的，伊甲你讲是中华民国总统，但是伊去美国甲其他人讲哦，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台湾人当时选过总统，台湾人有选总统无？无啦，即摆台湾人是台湾甲中华民国这两个拆袂开啦。你莫怪，从细汉开始就甲恁教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无？你有学过这句话无？大家拢有啦。你若用这句话，你甲何瑞讲。何瑞，你讲啥？去美国安尼？你若甲伊讲吼，你是英国人，也是美国人，你再甲伊呛。啊，我若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乃英国人。但是多台湾人，互人讲你是台湾人，啊嘛是中国人。啊，即摆伊还有一个理由啊，伊甲你讲吼，咱的祖先拢以前对中国过来，祖先对中国过来，咱是中国人吗？即摆有真侪台湾人移民去美国，宣誓做美国人。你若问伊讲啊，你啥物人？伊袂甲你讲伊是台湾人，伊甲你讲我是美国人。今日台湾嘛是同款，照道理来讲，咱台湾人爱讲啥？我是台湾人，我是本土台湾人。做台湾人是真光荣个代志，你敢知影？你敢唔知？过来想看卖。你当时变作中华民国的人，你敢知影？你当时变作中华民国的人，我唔知影咧。我从生出来时，到阮老爸老母都甲我教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的心情摕到是中华民国的。我甲各位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5年9月初二马卡萨发布一国命令第一号。1945年10月25日，马卡萨派蒋介石来台湾来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蒋介石是叫单于啦。1946年1月12日，伊的行政院长0397号杰刊第0397号文，讲自10月25日起。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国籍占用集体规划，这全世界无的了。中华民国失败，所以这个代志一公布以后，英国、和美国3次甲抗议，用小蛋。你1946年1月12日的时阵啊，日本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还未签和平协定，你哪会知影讲台湾人要变作恁中华民国的人？还未签嘛，所以呢，人家好呢，连续3次拢好呢。1月12日宣布，3月、6月、9月3次好呢。到今日为止，英国无承认讲台湾人是中华民国的，但咱台湾人甲你讲我是中华民国的。啊，当然啦，中华民国头脑真好。1947年2月8日，伊啥物人？
敢甲你讲，什么中国人，什么人，甲你谈。你知影当时谈的时阵，伊甲你讲，安怎讲，你知毋知？伊的电文啊，伊电报来在写啥？伊讲台湾人啊，不服从占领，了清楚，讲咱无服从占领。迄、那个甲伊请愿，台湾人甲请愿啊，报应。占领期间的清官动作，以及抗拒我的统治，外公，中华民国给你，你清官给你动作讲，你去抗拒伊的统治，所以给你抬。你等抬来的人，1947年二二八发生以后，经过15年，到1962年，新议会八国期甲质询，新政府。警务处伊可以甲讲，有户口无迄个人诶，有126000人，126000人，互你讲，台湾人去做兵去南洋，无倒来30000人，到遐还阁有90000多，所以二二八死偌济人，你甲想看卖。讲起来，迄个时阵台湾600万的人口啊，会当讲，迄个时阵呐，若讲死。126000，大分之一啦。所以台湾人去予伊抬甲，一旦讲吼，惊着啊，抓落去白色恐怖，无台湾掠伊关。这就是中国人伫咱台湾啊所做诶代志，互咱惊到为止，无人敢讲，来你会敢问？啊！今日我来民政府上课，安尼足危险的呢。啊！中华民国搁起飞机来抓你安怎？你会惊无？没。听人听讲，迄卖拢无，卖啊无事啊。你会惊才对啦。你会惊无？没啦。惊啦。啊！但是你惊，我都爱摕一块符给你。啊！这块符是啥物？你听清楚啦。啊，我迄块符啊，敢阿袂用诶嘛？迄块符啊，就是中华民国诶内政部回答，有人去甲咱检举讲台湾民政府吼是违法诶组织啦，是叛乱组织啦。内政部回答是足趣味诶，伊讲吼，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各位，你看到鬼？用“政府”一两字，不违法，写了那么不违法。我跟你讲，写了没？咱中华民国讲，当时讲，去年十月二九讲的，在海南。海南老公，伊讲哦，南海这些岛事啊，拢总爱用国际法来解决。咱的 AIT 对美国在了协会 ，CIA 亲自甲我讲，讲3摆，伊讲台湾民政府做你放心，你是照国际法来，无人敢甲你顶当。因为台湾民政府，这个民政府是安怎成立的？敢会当用讲台湾临时政府会使哩无 ？No， 袂使。会当用台湾共和国无 ？No， 袂使。干那会当用台湾民政府？干那奇？是安那干那会当用台湾民政府？袂当用台湾共和国？袂当用台湾临时政府？是啥物原因？因为战争发生在规定。洪建岭这个所在的人啊，爱主动哦，听清楚哦，爱主动组织成立兵民政府，英语讲 civil government， 汉文甲翻译做平民政府，还是民事政府？因为美国建岭者叫做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相对的是台湾。平民政府、台湾民主政府，
但是因为美国甲咱讲，我年底要返来台湾，我的人生要用美国分政府，所以希望恁台湾平民政府会当用点一支叫做台湾民政府，敢若亲像奥克纳瓦同款。奥克纳瓦迄阵予美国咧脱管的时阵啊，奥克纳瓦嘛是美军成立美国分政府，琉球成立琉球民政府，同款。你著照安尼行就对了。啊，你有放心无？放心啊。所以你会当参加，而且会当讲，啊，你就知影我是安怎叫做台湾民政府。当然啦吼，你今日听我讲两点经句，后日我讲两点经句，安尼拢捌了嘛？大简单。你家己爱读册，啊，要读什么册？我给你推销啊！我有写足侪册，11本，但是有一本上新的一本叫做《新台湾论》，我甲各位拜托，你一定爱去买。因为《新台湾论》，你若伫网顶，你甲人借的时阵，所有的问题，你伫迄本内底，你拢找得到。迄找着是找着啥物？法律的基础制度，只要对一条合约对。对一条的这个合约啊，还是讲照这个做什么法什么法，来得清清楚楚。所以新台湾论，我要甲各位讲，我要甲你建议，什么钱你会当落袂话紧，但是买一本册钱你难看，但你唔通信。啊，过来，你爱去一个网站看，叫做台湾民政府。你若会晓汉字就好，台湾民政府甲拍咧 ，Google。雅虎拍落，马上你就会当去看到台湾民政府网站。过过7月7日，也是7月7日，即马开始呢，咱遐阁有一个网站，拄拄啊甲美国注册，叫做 USMGTCG News.NING.com。USMG 就是美国民主政府 ，TCG 台湾民政府 News 新闻网。有这两个人，两个网站，各位，你不要看网站的，不要紧。但是呢，你会当叫你的囡仔、你的孙仔，拍这个网站，互你去看。咱差不多每一礼拜咧，拢有新的文章啊，互你来看，看会着。头拄啊，讲到地位，叫我去研究台湾的地位以后，我真正来研究以后呢。2003年研究，2004年，我马上将报告给你电报。真可惜，敢若亲像头拄蔡总理讲，你因为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竟然甲我讲哦，林郑，较慢嘞，台湾人哦，足戆的，你行伤紧哦，因会对袂着。因为迄阵伊看到咱的研究就讲，台湾今日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土地，啊，刷入边嘛，刷入边嘛，我就甲伊讲，咱无啊，咱无武器，咱无刀，咱无枪，台湾人即摆真惊死，因为过去死真多，一个物件会当。解清楚嘛，什么物件？这个法律啊，是你美国人写，是你欧洲所有国家这些强的国家所写。伊写的法律，伊家己爱遵守啊免。哎呀，所以，伫2006年12月20日，我就去美国甲过，但是要去过以前，我阁想讲。我要怎将这个论述，予咱所有的台湾人知影。所以我有做两个工作。第一，2006年以前有一个国台选举人，我有去解选。啊，伊利用选举，我为高雄开始演讲，看到人演讲到台北，安尼迄边摕一万，到来4000票、5000，安尼有条诶，末代。中华民国的国民代表，当然我毋捌共讲，因为是足变相的。
但是我做国台以后啊，虽然时间无长啊，但领真侪钱。300个国台唯一一个人无领钱的，你敢知影什么人？我伫迄个休闲的前三天啊，我辞职，我宣布辞职。今日咱就一个新的个，咱个代志，你讲吼，伊敢若看到电视顶边啊，我穿一件建国党个背心啊，今日骂，但是拢消音啊，无对。我骂骂了，我宣布辞职，我歪个领钱，300个国台哦，唯一无领钱的是我啦，迄边会当领差不多10几万，要到20万呢。我怀念吼啊，国家的秘书处一直敲电话来。林国大，拜托了，你不领钱，我们会很麻烦。我你给丢掉啊！我你中华民国钱，我绝对无要给你领。所以呢，我无领。但是我感觉讲，一边时间真短，全台湾演讲无够费。我还佫想讲。嘿，你有甚物款的机会啊？会当用电视啊，是用这个收音机来共广告？因为迄个时阵，若要讲佚佗吼，大家拢惊死啦，惊到要死个。阮中华民国，你去起笑个？啊，所以我去选高雄市市长。无捌半个人哦，单身一个人哦，都去高雄，一个人尔呢。独一个人，啊，要哪选？我去，伫高雄市要选高雄市的市长，我去买垃圾哦的广告，迄个垃圾的广告伫底？伫屏东的。所以伫高雄市要选市长，我的选票拢伫高屏东的。一个开始讲嘞吼，哇，台湾人头脑真好，听嘞，马上了解我管理公司。今日我一个朋友吼，伊当时甲我讲，伊当阵吼，北部有一个奥巴马，足老的，叹气吼，伊讲吼，我一个人，我年纪遮尔啊大吼，我活无偌久个，但是我身躯边啊。有老四五万块啦，林先生，你来提，我有这样四五万，我拢要付出，要来替台湾做代志，要来救台湾，因为你讲的这个对。你刚刚听到伊迄个电话吼，你目屎会流。我唔敢去遐提，我何尝？四五万吼，你也留咧伊，免。救台湾是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人的代志哦，是你的。因为迄个我上对面路，迄个也无留电话，你讲迄个口音吼，无电话。我唔知伊怎啊嘛，但是伊人即摆还佫伫咧吼，我希望伊会咱长寿，百年长寿啦。因为遮尔爱台湾，真侪人，但是问题讲遮尔爱台湾哦，父亲他嘛就来。所有人伫台湾，要爱台湾这块土地，人讲无限爱台湾。啊，所以伊若讲爱台湾，啊，台湾人毋知要安怎。啊，所以咱就爱，甲研究讲到底，台湾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东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到1979年1月7日的台湾关系法。你知影，因这两个高玉内底讲的台湾人，我拢无同款。旧金山和平条约讲的台湾人是啥 ？The people of Taiwan。啊，台湾关系法讲的是啥 ？The people of Taiwan。啊，那你若叫读英文，你讲 The people of Taiwan。啊，那 people of Taiwan 这两个哦，我问你咧，你所有读英文，你拢不要翻译了，两个拢叫做台湾人，对不对？对。但是 ，of Taiwan 实际上是叫做啥？本土台湾人。啊 ，of Taiwan 就是伫台湾这块土地顶管的人啊。马英九就是 of Taiwan， 伊是伫深圳出世的中国人。
但是今日伫台湾，所以讲我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华人伊讲伊嘛是台湾人，实在伊毋是台湾人啊。我叫马英九，马英九伊的身份到底是啥物啊？我甲你讲，我相信在座毋知影，莫讲在座毋知影，民进党嘛毋知影，你记得无？经过你选总统的时阵，马英九，民进党是骂到要透下，伊讲哦，伊是中国人。我问你的，证明在倒？有人去甲告无？我无啊。啊，你无你敢讲伊是中国，伊是中国人？你是凭啥物敢讲马英九是中国人？那我就听伊讲，听伊讲袂准。现在是全台湾有一个人去告马英九的，我去甲告啦，我一个告咧，你告的是爱惊着，为美国特别坐飞机来甲我见面，讲林郑你莫搁告啊，我甲你讲马英九真正身份啊，会资料互你看啊，马英九当时离开美国伫法律上伊。还要在美国，伊离开美国的时候是为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啊飞出来。啊，这个飞出来，因美国有规定，你若住伫美国连续两年半，搁加一天，你迄个绿卡会当变作公民。因为伊我都留伫迄个所在，因全全家啊，因姐姐、因妹妹，所有的人啊，拢总已经美国人啊，所以伊才为多伦多飞出来。啊！伊的身份甲今日为止，伊若离开台湾去美国，马上变做美国公民，这是真正的身份。迄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李庆安啊，李庆安，你伫法院臭屁啊！杨淑丽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啊，伊讲我要将杨淑丽给驱逐出境，有无？后尾啊，不是伊给驱逐出境啊。是李庆安叫我看的，你看，伊委员免做，安怎讲？比如讲，啊，你狗仔你啊，你要甲你公布你的美国的公民的身份的资料，啊，一个公布咧，李庆安是当时就是为多伦多飞去飞，啊，落尾佫飞去美国，啊，就变做公民。你怎来？所以台湾今日为止，大家拢一直咧讲。选举爱选民进党，各位，咱一个讲一个无输赢的话。民进党是啥物人？是台湾人吗？伊是要台湾要建国吗 ？No。民进党捌讲过台湾共和国，捌讲过台湾民进党捌讲。啥物？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讲咱。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又讲一句话，你去变啊！伊的民进党的党章来咧讲的啊。所以啊，中国国民党还好哦。你刚刚看中国国民党头前迄两字叫做中国，你就知影讲啊，迄中国人。但是民进党即摆甲你砍的哦，民进党是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哦，你不要搞错哦。所以中华民国民进党是啥物人？嘛是中国人啊！啊，你选谁？所以我是感觉讲哦，台湾人，互人一骗再一骗，骗到今日还要你骗，今日感情的问题啦。你若讲叫大家莫去选民进党，你会叫骂，你真正会叫骂。你若讲哦，阿嬷伊选啦，啊人讲，你这叫咩啊？啊你若我爱选民进党，你准备有国民党条，各位啊，你选了中国，甲选了中华民国有感觉无？一模一样啦，有啥物差别？你无你若有法度的，无你民进党，我甲问遐民进党遐哩，我问几下啊？无你甲我解释啊？我选予你，甲选予中国有啥物差别？无赢着，民进党赢，中国话赢搁较紧，也不一定。
啊，你会甲我讲安尼要安怎？总爱想一个办法来解决嘛，对不对？你会烦恼无？绝对烦恼。你会惊无？绝对惊。你今日来上课目的就未烦恼，搁未惊。是安怎讲未烦恼，搁未惊？来，你伫惊啥？你伫惊讲伊的武器？哦，中国有侵华的飞弹哦，向台湾哦，侵，这个中国搁用一只新的航空母舰哦。哦，中国有咧歼二十哦，隐形飞机有啊。哦，这边足大片的有啊。哦，歼二十哦，什么飞弹啊，啥搁飞弹？我讲一个较简单，互你听就听我啦。最近南海啊，特别战争啊。越南你要甲中国拍啦，啊！你中国咪遐尔啊强，啊！你着用越南甲锤是嘛？越南伫遐学迄个叫做实弹演习，高干，中国嘛看一个惊一条的，中国人马上宣布啥？啊！邓小平讲讲要和为贵的，啊！你咪上台作歹啊！讲迄南海遐土地哦，要甲伊派军要攻越南安怎？啊！即摆越南甲迄个菲律宾签啦，菲律宾伫这两天连续十一天的演习，啊！你唔讲你中国不歹，啊！你唔是讲有一只航空母舰？你敢知影迄只航空母舰的内部？我讲互你听，你会笑死。迄只航空母舰是乌克兰，伫1983年所做，当时苏联还未解体，伊甲苏联合作。1988年经过5年的时阵啊，解体，苏联解体，拢总开5页，含莫大都还未到，一只船的莫大还未到，内底的装潢拢还未装嘞，因为苏联解体啊，无钱啊，哪样坑的呀？坑几十单啊，坑到2000里啦。啊，2000年，啊，一只空壳的船，什么坏拢无，含动力都无，动力的意思你能听无？莫打拢无啦，一只遐尼啊大只的船啊，八百米的船啊，差不多1000公尺哦，800公尺的船啊，没有动力的，边嘛，乌克兰讲拍卖。照道理来讲，迄只船上侪会当做海上旅馆啊，2000万美金。我敢讲在座各位吼，我相信有个人啊，摕2000万美金没有问题。啊，若中国会当买一只，咱两块，咱天公买几啊只？2000万美金尔嘞，安尼无够俗吗？安尼俗无？2000万美金即摆才6亿尔嘞，但是迄6亿是啥？空壳船嘞。生命还拢无呢，啊2000年卖了后吼，啊中国北京就足欢喜的，本来是叫迄个香港人去甲买，啊卖了，军方甲买，要卖，啊卖了你唔甲拖倒来，我以上来讲甲晒倒，即个北京的迄个甲讲，伊不经过大国无牡丹的，要不你钱咪先付我，啊你2000万你还赚一刷钱。敢若无产无百万，啊无百万付袂了，伊才甲讲啊无牡丹嘞，啊无牡丹要安怎？爱用拖的，啊就去规请一只船去甲拖迄个航空母舰，啊即摆拖的船啊土耳其哦，甲动嘞，用现在，哦你安尼就袂走啊，啊你用我的所在，啊你迄个船哦，遐尔啊大坑哦，啊我一挂迄个设备叫伊痛歹，你来甲我赔啊。狮子开大跑，600万美金，好不容易付我土耳其的，啊，就开始要走了来哦。啊，即摆走到黑海，迄个苏伊士运河无，我甲冻起来，小叹嘞，这个航空母舰太大了，不可以。你知迄个苏伊士运河要几摆？迄拢是一个迄个船道吼，按迄个船道安尼出来。啊，搁面南边嘛，哈哈，生意的，生意非常。
波动率的船，用迄个拖船啊，洗，洗半年。即摆停伫迄个大连啊，停伫大连安尼，我还佫外去，后壁佫足笑尾代志佫偌济。即摆拖转来，啊，就开始对我放松啊。哦，中国拥有航空母舰呢。啊，咱台湾人互迄个媒体甲伊，创甲伊会惊着啊。好航空母舰，袂输敢若，真正敢若袂输美国的航空母舰。你知影美国人做一架航空母舰要开偌济？59亿。我还有53。59亿，你听我，59亿甲2000万是变哪比？迄我先，我用迄台语甲形容啊。航空母舰到位，啊，航空母舰要创啥？你知不知道？主要是讲用航空母舰。内底放飞机，啊，飞机的力量，安尼航空母舰会当飞较远，对不对？安尼武力较大。伊只航空母舰啊，会当停三十只战斗机啊。你知影美国的一只航空母舰会当停几只？80只。30只。啊，即摆30只吼，太嗨啦！迄跑道伤短啦。你知影航空母舰吼，飞机要起飞安怎起飞？你敢知影？你可能拢唔知道，飞机若要起飞吼，爱甲塞，以前吼爱用迄个弹簧啊，塞落去，安尼加速度，啊起来了开始加油，啊才飞去。中国无迄个设备啦，啊种无迄个设备还阁滑紧哦，即摆飞起了，阁飞倒转来，飞倒转来时阵停的时阵爱安怎？后壁有4条啊。会当来挡迄个飞机啊，会当叫冲出去。啊，若无，逐只飞机飞降落水落个，落个海底，后壁迄个钩啊，迄爱专利呢，嘛无啦。所以中国人伊即摆真贪个只代志，伊用歪甲你讲。伊本来讲吼，迄只航空母舰要落水啦。迄只航空母舰到今日为止啊，伫因个术语来讲啊。到今日为止，还没有下水了，还袂落水啦，还袂落水底啦。啊，航空母舰要重新装潢哦，啊，即摆已经整体拢倒好啊，是变哪装潢啦？有足侪机械、机械哦，迄个机机器哦，倒来嘛，迄个船，还袂装好以前，还佫切一半的时阵吼，来去倒一只，迄个船两地才佮倒起，有啊，是不是呢？啊，伊讲装好还是要安怎？啊，都爱家切一半，啊，才过来倒。所以各位，那迄只吼，恁家若有游艇吼，就当见你阿姨啊啦。所以迄只那叫做航空母舰。啊，我讲一个消息互你听。全世界即摆有几个国家有航空母舰？你知无？你敢知影？美国有12只。全世界拢总有8个国家有航空母舰。当然，即摆中国，伊讲本来是即个月吼，迄个航空母舰要试航，我甲伊笑，搁创两年伊就袂当试航啊，搁两年哦，听有无？搁两年伊就无多紧张啊，莫甲我骗。干那迄粒莫大，伊就头壳莫会烧啊。这8个国家拢有一只航空母舰，啊，那一只航空母舰是不是一个舰队 ？No， 一只航空母舰哦，那一个国家干那一只，迄拢在甲你拍。航空母舰大概有几只？要3只，因为航空母舰若驶出去，一年没倒转来，但是若倒来修理还是在补给的时阵，要半年，啊，大概3只，叫成一个舰队。我讲一个消息，我知道。你知影日本伫地球世界大战时，日本有几只航空母舰？29只。哼，中国只，即马只是迄无算一只，迄敢若游艇呢？真正敢若游艇，无效啦。所以你免烦恼，迄只游艇啊，伊外口甲擦甲水，当然嘛水，也捌用过。所以，当然啦、啊，
咱这个节目啊，所有的中国人拢在甲我看。你知影咱这个网顶吼，全世界人每一摆咱这个咱伫咧受训吼，尤其是我伫演讲的时间啊，因遐中国啊，拢向尊尊，含咱讲啥拢甲你每一字甲你录音起来，所以我无真惊伊知，伊我都做，我甲笑伊比迄个中国啊，莫伊阁甲咱骗个啦。迄只航空母舰是假冒的，是你甲咱骗。啊，你知影迄个歼二十？歼二十讲超音速哦 ，F 二十二，轰迄个美国的 F 二十二，含迄个外形的轰杆有够像，但是足奇怪。伊美国的 F 二十二含迄个中国的歼二十啊，歼二十较大呢，大四公尺外呢，超四点五公尺的一等呢，唔是讲较大，表示讲迄个飞机较好呢。迄时啊，伊爱用安尼，因为伊无大，伊无引擎啊。伊去用迄个米格式的飞机哦，米格式七的飞机，甲拆起来，甲倒咧迄个歼二十啦。你知影中国有几只？两只，两只尔。啊，这两只有够出名。伊咧试飞哦，一只试飞五分钟就好啊。啊，伊怎对外讲无是一只，实际上伊有两只。你讲奇怪呢？啊，林田你听拢知影。我各位甲各位讲坦白话，美国国安局甲我讲的，甚至伊这两只内底的电子设备，拢总甲美国秘密，敢若伊迄个外壳引擎无唔对，但是有一个所在伊无引擎呢。伊引擎啊，美国是笑啊！伊讲吼，哈，啊，这个伊的引擎，迄、那个 F 二十二你飞的时阵哦，迄是含引擎，你拢看无，真正规架飞机拢无对看。啊，那歼二十的飞机哦，一个升空哦，一个红点，迄红点是啥？引擎啊，伊引擎红点在走。伊讲这是我美军哦打靶用的，两只。我了要做无？伊无做。美国的 F 二十二有几只？你知无？165只。很准时。这165只，其中有15只停在普天间基地、琉球。台湾嘛有3只呢，你绝对唔知影。停伫底青山港呢。啊，咱知影讲伫青山港汉光演习，你捌听？顶个月是顶顶个月啊，汉光演习啊。伊当阵高速公路两段封锁，但是咱的媒体甲他写一段，台南迄段封锁，新店这段封锁伊无甲你讲，但是这段又讲一个漏文，迄、那个消息就是这段，迄三架 F 二十二降落，马上讲飞起，迄、那个降落哦，互迄个两边边的玻璃破了咧，啊，搁一只迄几迄个鹅甲迄个人啊，迄肝拢脆。也是几百只，中华民国抗议去赔，这个消息恁总有看。啊，你想看咩？过去汉光演习，飞机你降落拢无代志，啊，这摆哪有代志 ？F 二十二 ，F 二十二的速度偌紧，唔是你的想象中的代志。F 二十二尤其是台东，你知影伊青山港会降落的路程，我哪天我甲你讲。对台东这边过来，经过南投降落去，啊向青山港降落，会这条。中华民国我讲，我跟你讲，啊你讲这泄露机密，这不是泄露机密，因为即卖时代啊，无泄露机密可言呐、啊。虽然讲无泄露机密可言。这个时代啊，所有的代志拢伫迄个人造卫星顶面看甲清清楚楚，恁也要看迄个 Google 有啊 ，Google Earth 电脑都有啊，含北京所有的城市所有的道路啊，清清楚楚，含恁家的出货店放啥都清清楚楚，你捌看？你家己去看，后摆有机会，你叫恁的囡仔去看，叫做 Google Earth，EARTH， 大家拢看会到，所以即摆无机密啦。中国
参谋总长陈炳德去美国参观，美国挑工的哦，你听我挑工哦，开放四个基地，两个陆军，一个海军，一个空军，去参观。伊看完，伊家己讲到，民先陈春正讲哦，我们中国跟美国相差20年，伊边啊，迄个美国迄个人家讲啊，相差40年都不止啊。你想看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就已经有航空母舰。到今日为止，50冬啊，一只航空母舰都无。现在是美国，迄个日本有航空母舰没有？有6只，2只已经开始在造。所以，日本的自卫队，伊自年啊，向中国呛声。你若敢伫台湾海峡震荡的时阵吼，我日本的自卫队24小时内底，将伊浮伫海面顶悬的船只，拢总集体消灭。有欺骗。去年7月份，六方会谈，六方会谈你知影无？就是韩国、北韩啊吼，北韩、朝鲜啊、朝鲜、甲中国、甲苏联，含即个南韩、日本、美国六个人谈判的时阵。美国甲中国讲，伊讲吼，你毋通叫是讲你中国，你的武器全世界第一名，含我美国都毋是第一名，中国人惊一条呢。中国代表讲吼，我无是啥物人第一名，是毋是外星人？美国讲哪？你敢当第一名？日本第一名。全是日本第一名，你敢知以前有迄个协和号，法国的协和号，你敢知道？客机啊，超音速啊，后尾啊，协和号袂当前站，原因是安那，引擎声音太大，噪音太大。美国转去甲日本讲，伊去甲变，伊转去改变，所以协和号的所有的工具转去搬去日本，哦，三菱重机去处理。伊敢若眼睛甲小可甲改尔，无啥影。即摆有18架的战斗机，